三月一日周五，我们做一个 A 股的盘前分析。那么二月份呢过去了啊，我们先来说说大周期啊。今天我们板块呢就不说了，10:20来我直播间，我们一起来看板块啊，然后再说说短线的走势，大家比较关心这个事情。那么板块呢，我们盘中再说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说二月份这个月呢是一个扭转趋势扭转的这么样的一个月，二月份主要指数都收出了阳线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切换成月线，大家看没看呢？上证指数是一个连续下，你看月线下跌反弹再下跌之后的阳包阴，这很显然，这是一个月线级别的行情，非常明确。至于小短线怎么做，我说了，我说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要是没有时间看盘，白天没有什么频繁交易就行，那你干脆就拿着就行了，就简单的持有，这就没有问题。大家看看深成指啊，深成指就差那么一点点出现了阳包阴，其他的指数也基本是这样。但是大家要看一个问题啊，它是连续下跌以后，就是从16000点跌到了8000点，实际它是腰斩了，已经指数腰斩了。你说后边的行情还会小吗？你看从月线级别上明显看出来，下跌、下跌、反弹、再下跌、再横盘、再下跌这样一个走势。另外基本上收复一月份的大阴线，但是二月份还有一个春节呢，是不是啊？应该是非常可圈可点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，创业板基本也是一样的，沪深300是完全覆盖阴线，主流方向在哪？是不是看明白了？哎，沪深300是完全覆盖的，这是月线啊。上证50是完全覆盖，不光完全覆，上证50是覆盖了两个月的月线，所以说上证50已经率先见底了，这点必须要承认。尤其银行现在走的都是周线的多头走势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说说这个科创板50的走势。科创板50这个走势呢，我们说了，这个635点就堪比创业板指数的2012年12月份那个585点。大家可要记住啊，585点到后来涨到了4000点，没有太长的时间。我记得是12年的12月份涨到15年的6月份，那这不就是两年，基本就是两年半多一点的时间，是不是就涨到了4000点，8倍？大家要注意这个情况啊。那么说现在这个位置，你想想，实际就简单的持有，比什么策略，有些时候呢就是。傻傻的等待是最好的交易，没发现吗？交易的越频繁，赔钱的概率越高，越是频繁交易，我们出现的失误就越多。所以说，有些时候呢，看准大方向，保持一个模糊的正确，实际是更好。最高明的交易就是等待，位置对了，就是等着就完事了。对指数，我坚定的看多。我们再来看看小周期啊，小周期呢，我们看两个指数，一个看这个指，我们先看一下科创板的指数的走势啊。科创板呢，很显然昨天走势是最强的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实际呢，它最近呢，它是一直在震荡盘上的，大家看没看见？它现在只是一个受这个上影线的压制，我认为这个上影线必须收复，如果要不收复的话，可能短线还有个震荡，收复之后，我们今天盘中再来说，好不好？它必须收复，否则的话还会有震荡，这就是我对它的短线的判断。但是它实际它这地方已经震荡整理了，看吗？它已经震荡整理了，所以说呢，就维持这样的判断。大家，你看你在小周期上看的就非常清晰。你假如说在30分钟图看一看，30分钟图上看，你看这个高点就在就差这么一点点。如果它要突破这个点，这什么说的没有了。如果在盘面的热点什么都符合，那是符合追涨条件的，那你也没有办法。但它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它是一个长时间的盘整，实际盘整了很多天了，已经。这地方突破之后，那这个地方再形成多方炮走势，它一定要创新高才叫多方炮，没有创新高，它就不算多方炮。那么它再回了一下呢，再往上走呢也是可以的。下次假如说要回来，那这个低点的上方出现一个反身的 K 线，那我们在小周期上车比这个位置要好。这个是科创板的走势。实际上证指数的走势呢，大家看吧，这是一个扩展型的整理。你看这个阴线是最大，这个阴线是最小，它实际是一个往这么样型发散的一个，就像这个三角形的倒三角形的这样的走势。这样的走势就是扩展型整理。这种扩展型的整理呢，它有两种走，它也是上面压的。
上影线压了。另外呢，它前天的这个阴线，也就周三的这颗阳线，是把周二的那颗阳线给打穿的，低点打穿的，打穿就不算太好。所以说呢，它这个地方呢，必须是这样走势的啊。这个地方的下跌，跌穿了这个的低点，那么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扩展型整理。扩展型整理是必须要突破3031的，看它怎么过。过完了之后，这个风险可能就，它只是看它的离开端的力度，还得看。我认为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主板是有可能直接向上过的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发现最近的像什么银行啊，尤其是像白酒啊，基本都是以调整为主的。银行走势大周期走势还非常强，另外煤炭呢，像电力等等啊，走的也都挺强。我们发现低位的有色金属企业也是有一定力度的，月线上看呢，它还在大级别的低点的上方。所以说如果主板这些东西都动了，这地方消费等等啊，会直接干过去，就看他们动不动。如果这些品种今天没什么动静，今天没有什么动静的话，那么大概率还会在这地方冲震再突破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地方就有两种走势，一种走势是直接向上突破展开下进一步的拉升，这种可能是存在的。第二种走势在这盘一盘之后还会创新高，那么呢，那就问题就来了。所以说这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系统性风险，即使是你把它给减掉了，因为这是一天调整结束的，历史上也有过几次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理解为一天调整结束的概率在增大，至少来讲它这种风险基本化解，在这个维持震荡之后再创新高的走势还是偏大的啊。另外下周呢，下周应该是什么事都没有，至少是市场是相对平稳的。好了，我们10:20来直播间，我们一起再看板块。